它除了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低成本之外呢，其实它也有其他的，有很多新的优势。接下来呢，我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。我们刚好有一款游动的无人机，能够看一下它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什么新的新功能。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做一个现场实验。是的。哇，那太棒了。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 L500 图示鹰长航式无人机。廖老师，刚才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拉力是多大？刚才的最大拉力是13.21公斤。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组对比实验，就把我们灵雀 H 验证机呢，也会进行一次这样的一个拉力和噪声的测试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开始。我这边分贝仪测的是大概100分贝。对，而它的最大拉力呢？14.8，刚才测的。14.8，接近于15的水平。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它的拉力是比它游动要高2公斤，但它的分贝呢要低10分贝。分贝它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，它是一个指数关系。